我看着像不像 F1 的机械师？腕表流行力，天书接地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行力。罗杰杜比又不按规矩出牌了，它叫 No Rules Our Game。 手里这款就是罗杰杜比新出的 Excalibur Spider， 跟贝奈利合作的一个款式。这哪看出贝奈利了？这表带材质就是从这 F1 轮胎片下来的。您这胎上有颜色，这怎么黑不溜秋的？这我可以换呀。速度有换胎快吗？反正比我换轮胎的速度快。我给你演示一下，现在您买一款这个表，就可以选三套表带和表圈、表冠的组合，有蓝的、有白的、有红的，表不限量，但是这些表带可都是限量的啊。这表圈也能换，你说换什么色的？白色。白的哈 ，OK， 你给我计一下时，看看有多长时间啊，开始。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对，其实这个呀，跟那个单反相机那卡口镜头设计原理很相似。当然，这是罗杰杜比的专利啊。表带、表扣，包括表冠都可以换。你看这表冠怎么换啊？好了，剩下的我就让这个小姐姐帮你演示一下表带和表扣的更换。表带、表圈就换完了。像不像 F1 赛车换轮胎啊？现在咱们上手试戴一下啊。哎，这表扣呢？好。好。表扣也换完了，看看效果。再说一下啊，这个表不限量，但是这些表带可是限量的。怎么样？我看着像不像 F1 的机械师？一键三连，留言互动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，再见。